这新闻可以载入史册的那种。到底发生了什么啊？哎呀，快点说吧。管一鹤辞职了，怎么可能？说了就是，咱这栋楼里所有人都可能辞职，就是管总和崔总他们不可能辞职，你不知道？他们跟你说啊？估计是管一鹤辞职前自己都不知道吧。这保密工作做得也太好了。我今天早上看见崔总的脸都是绿的。管一鹤。 不会是因为感情问题走的吧？你别乱说，谁知道呢？怎么乱说？你忘了？就前两天，那前台。这不会是被前女友给抓奸了吧？哎，有可能。然后管一鹤辞职了，也不对呀。这管一鹤不像这么怂的人呐，怎么让前女友给霸道了？关总，你们是不想干了是吧？关总，您赶紧说的，我们都忙晕了，出来透透气。出来透透气。如果要八卦，请到别的地方。我在这儿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好。 一个眼神就能证明我们的默契。关总，您真辞了呀？辞了。